食品界最具声望的两项国际大赏 ITQI 比利时绝佳风味奖以及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赏刚公布得奖名单，台湾的鲜乳品牌都在榜上有名，一举打响知名度。因为第一个运送的问题，那再来保存的问题，那它在测试的时候呢，不管说任何的温度上都有一些的盲点在，那它可以在国际级的一个检验室里面去做任何每一项的抽检，那我们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分数。不让欧美、日本等乳品大国追美于前，台湾鲜乳异军突起，获得专家认可，拿下高分，证明口感和品质都相当出色。Been tested by chefs, Michelin star chefs from Europe, it's a guarantee for any consumer.That what they buy, what they drink is excellent. 首都参赛就在 ITQI 夺下绝佳风味奖，不但代表对本土企业的肯定，也象征台湾鲜乳迈向新的里程碑。台湾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乳制品大国，尤其像畜牧业发展它的先天的限制，我们的企业能够产出这样优质的鲜乳，并且得到国际的肯定，我想这是经过长期而且密集的努力才能达到的一个新的标杆。从乳源制成到物流，每一个环节都层层把关，不仅获得两项国际大奖认同，也成功让台湾鲜乳跃上世界舞台。